大家好，我是36届，然后我是公关王之敬，然后我右手边是活动赖国彦，然后打鼓的是文书张瑶书，然后贝斯是文书肖俊廷。厉害的东西，不然，我想那个最屌那个，就他。
可以直接给我啊。哦，因为其实我没有，我觉得我没有做很好。然后我上次想要把它摔烂的时候，它又摔不破，这是个小淘气。OK， 小淘气。OK。哦，真的很，而且你的笑话真的很弱，就是很令我难以忘怀。真的，想起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。哎，那我们欢迎36届张一飞学长、肖俊廷学长。36届张彪又是学长，谢宇修学长带的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。